就是辛苦，我知道没有谁能替谁受煎熬，何必夜里睡不着，唉声叹气别人命更好。有心在做谁都看得到，一步一个脚印错不了，何不说说真心话，何不勇敢活一下，善恶终究有回报，我换个微笑。过一天我做一天，清清白白不埋怨，求问心无愧，就算口袋没有钱，过一天就拼一天，开开心心睡得甜，时时刻刻我都心存感谢，过一天我做一天，认认真真不埋怨，我不比别人重要，也不受轻蔑，过一天就爱一天，有情有义有感觉，风风雨雨我都不怕危险，过一天我做一天，认认真真不埋怨，我不比别人重要，也不受轻蔑，过一天就爱一天，有情有义有感觉，条条大路我都好收获，不看蓝天。我都好收获，不看蓝天。你去讲，谁让我去？我都不忍心了呢。你看，啊人安尼欢喜干呢，秘书干那还叫我吼，啊拄好甲放出招老妈妈，啊这么向我要甲讲这個，我哪讲会出嘴啊？啊，做啊这个简单，这笑甲遐欢喜，伊若知咱要甲陶公子送走，一定搁目屎流目屎滴。啊，鼓励因两个斗阵也是咱，啊，即摆要搁敢跳山嘛是咱，这啊，这实在吼，唔知要对倒个家讲起啊。你看头前迄队安尼欢欢喜喜，咱后壁这队哦是烦恼到要死，啊，伊伫安尼队，要是要跟咱同事。少年人安尼贪甘蜜甜，万一也听到讲因老爸要过身的代志，唔知安怎想。啊，无甲讲嘛袂用，咱来去人耽误因爸仔囝见最后一面的机会，安尼我唔是罪过。公子，我真不敢睁开眼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这是一场梦，一睁开眼梦就醒了。你睁开眼睛啊，是梦，阿柱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拆散我们了。是你爹追来啊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啊。知道我的名字呢？别怕，就算是我爹，我也绝不回去。
你找不到房间啊，才无阿珠啊。是恁哦，敢讲你一直跟俺对，无免来找阮住伫这间客栈。恁有啥物代志？阿德，阮即摆已经是翁阿某啊，恁有啥物话，你做你讲啊。是安尼啦，恁阿爹哦破病较真严重，剩一个鬼命啊！公子，别信他，他只是想骗你回去罢了。哎，这个阿珠啊，这人命关天，我敢用乌皮讲了嘛？因为我亲目睭看到，啊，大夫都讲无救啊！而且恁阿爹哦，嘛拜托我讲，无论阿爱甲你讲，叫你紧等你甲伊见最后一面啊！我之前用心良苦，就是要让恁两个斗阵。我今麦要来忍心给恁拆散。陶公子，人讲必先孝为先，我看吼，你还是赶紧倒回去见陶老爷最后一面。不可能，我阿爹身体哦，一向最勇健，伊没有可能讲话倒就倒了。我唔相信你有去陶家，你敢有亲目睭看到，看到陶老爷破病？哎。啊！但我这老大人，敢会骗恁这囡仔人哟？因家哪有可能凊凊彩彩都给你入去的？唉，什么的凊彩，我后会开钱，阿你讲个才我入去。我入去时，就拄我拄到大夫要走。我有听到大夫咧交代恁厝的人讲，爱甲恁阿爹准备后事啦。突然间办后事，我看到恁阿爹时。已经咧剩一个开始啊，尔啊，交一个物件，讲叫我转达给你啦。爹。你那爹是期待哦，要见你最后一面啦。阿珠，我不得不回去。哎呦，阿珠啊，这不好是枉为人呢。啊，陶公子要当有孝的老爸，你唔该甲赞同唔才对。相信，我唔相信，一定是陶老爷提钱让恁，叫恁来给我拆出来，对不？阿珠，这是我爹不离身的信物，我爹既然把它交给了福德大叔，我爹病危一定是确实的。阿珠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公子，谁也不能拆散我们。若有负阿珠，我就遭天打雷劈。哎呦，少年的啦，那纸是唔通乌白酒哦。我跟你讲啦，恁两个已经成亲了对不？啊，赶紧甲娶回去，这算是一个喜事呢。恁阿爹若知影哦，凡事病都好起来，这叫做祥喜临门。玉竹大哥们，守了一夜很无聊吧？哎，要不要进来赌两把？我身上有骰子哦，要玩什么？大小随意。不会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教你们，很好玩的。哎，进来进来嘛，进来。木头人啊，杵一堆木头人。
吴阿妹，吃饭了。菜收走，啊！来，把他带走。哎，你们三更半夜的把我抓走，是不是要砍头啊？吴阿妹，跟我走，走。谁死了？张子泉。哎呦，就是那个刀铺的老板，怎么死的？昨天晚上被人莫名其妙的给杀了。哎呦，这死的真冤呐！朱三雪案，他是最后一个证人。哎，大人，他在公堂里面是胡说的。我真的没有到张子泉刀铺里面去买刀，大人，他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一定要明察啊！吴阿美，你知道朱三爷命案有多少证人指控你吗？知道啊，四个。四个人都死了。哎，大人，你该不会以为是我偷跑出去伤害这些陷害我的证人吧？这四个人都死于意外。有的是失足落水，有的是病发死亡，也有像张子泉这样死于非命。真巧啊！真是巧，同一个案子的证人最近突然间都死了，你说巧不巧？大人，您是怀疑有人谋杀他们吗？是谁？朱六，启禀大人，县衙里的人也都被收买了。刚才师爷来吧，你的饭菜里验出了毒药。毒？如果你吃了，早就一命呜呼了。幸亏大人您及时赶到，不然我早就暴毙冤死在狱中了。大人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这下毒的幕后之人，乃是朱六的手下。吴阿美，你平常都在赌坊进出，这三教九流你应该都很熟吧？你真的是好人啊，这偶然去小赌那是为了生活所逼啊，要不是碰到赌场那些人使诈，这皇帝上明明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必是大有斩获，财源滚滚。吴阿美，你是被毒给害惨的，这一次本是要还你的清白，可是你也要冒险去查个蛛丝马迹。大人，我知道有几个人。Thank you.
事情这么急啊？刘爷，崔大人已经查出是谁下的毒，就带着我马尾到处暗中侦查。我在外面等。阿珠，我等公子出来。哎呀，阿珠啊，我给你照顾，你听得见吗？阿珠，我进去拜见爹爹，我一定出来接你。哎呀哎呀，那你去跟你阿爹讲哦，伊的媳妇在外口在等哦，哎，无得咁欢喜，病就好啊嘞。啊，你若当相亲，嘛得要稳一个心愿，安尼就两全其美啦。并没死啊，女儿啊，回来就好啊，就证明我儿啊是孝心未泯啊。过去的错，爹不跟你计较了啊。来来来，原来我是被骗回来的。哎，真是开心，回来屁股都没坐热。来来，爹有话跟你说，坐坐坐。就好啊，这样的，爹啊，准备将茶叶这个生意啊，就交给你了。爹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坐下，回来就不要乱跑了。爹，阿珠还在外头等我呢。阿珠的，我想阿珠现在已经知道五儿知错能改。你们两个私定终身的事情结束了。讲了刚不放好的感觉，你讲我可爱给你们好清楚哦。少爷真的被骗回来了，老爷真的高招，买通了大夫演了一出戏，连我们都被骗了。就骗你，还拢是假的。你别再假啊！我带你回去，我叫他老爷不会收你啊！阿珠，阿珠，阿珠啊！阿珠啊，老爷啊，你是心内叫人骗去啦！我哪会知啦啊！我是我公家的头家，是个正正当当的人，我哪知伊敢给我骗？正当时在讲，你也在相信。啊，你都唔知呢，你都无看到吼，啊，结果就像那个死尸安尼，剩一个鬼尸啊，我唔知要骗。你就是伤人心啦，你才会用好气。哎呦，安尼这路人未输，敢那讲哦，我甲你头百万串通，听讲你甲头公子骗当来，我对阿美也看变来交代就好啦。阿美也遐是好讲，即马阿珠你是要来甲解释？啊，真系，阿两个又搁叫我拆散。现在给阿珠了动，再讲。阿珠啊，阿珠，回房子呀。阿珠啊，可能看麦啦。来来，我就来去看麦。阿珠，哪位啊？较紧的啦，阿珠想要开吊刀啦。阿珠。哇，你这个戆查某囡仔，啊，那天哪敢来查甫人好诶，都唔是敢那陶公子一个尔。
你哪里想不通？阿祖，相公，喝茶。相公，到这种地方来，就得叫相公。相公，吃瓜子。这不是说是朋友吗？一个男人跟个女人到这种地方来，会是朋友吗？也可以说是兄妹。我们看起来像兄妹吗？小二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两位客官要些什么？来三盘点心。好，我马上来。相公，您在发什么愣啊？吃瓜子啊？这个样子，以前呢是朱六的贴身保镖，后来因为受了伤，就被朱六啊一脚给踢开了。你要问什么事情啊？问他最清楚。世间都要解决代志了啦，人哦，我有一条命活在这个世间，啊，什么代志嘛拢有挽救的机会啊！我只啊，恁两个人，恁两个人都唔是好人，还搞出去，还搞出去。卖生气，卖生气吼！事实上吼，伊嘛是去有头脑爷骗去的。你快出开水，我嘛袂听，我拢袂听。你啥物人讲，我嘛袂相信。我是我家己歹命，自细汉，互恁这大人骗，亲像恁啊，你甲我俩拢同款，表面上是啊，你关心我。结果呢？你不是都在骗我，你都在骗我！你给我出去，你给我出去啦！来，先阿姐。阿祖，你莫乌白心。阮两个甲你阿娘吼，拢总是真真正正出自内心的关心。阿姐嘛吼，你先冷静落，再去讲吼。我知影讲哦，即马讲啥物话你拢听袂落去。我来去做一寡物件，袂豆豆讲，豆豆讲吼。嘿，阿祖，阿祖，你哪唔出去？我死你我，我死你我，出去啊！我出去，我出去啊！出去啊！你拄仔较冷静嘞哈！
行了，阿朱，这位是崔大人。不错嘛，进步了。什么进步啊？以前你带回来的男人，不是赌鬼、酒鬼、色鬼，就是讨债鬼。啊，这回进步到官大人了。阿柱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这位是县官崔大人。县官？我看是现在被关的吧。阿柱，一个女孩子家讲话怎么不斯文啊？大人，您先请坐，我进去烧点水啊。你是吴阿美的女儿吧？哼，又来打我主意呀、啊？你说什么？所有男人到我家看到我都不怀好意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你少来这一套啊！你娘说你被朱六绑架过，你可以把详细的经过告诉我。没有必要。你明明承认杀了人。我娘真的没有杀人呐、啊、这里众人皆可作证，吴阿美已亲口认罪。带走。是。走。我走。我娘不是杀人的，敢做敢当。我娘不是杀人的。你赶快去找福特大叔，跟他说那是朱亮杀的，你快去呀、啊。
本刑案查你的罪行，日前你才杀了朱三公子。不，大人，我没有杀朱三公子啊。朱山一案已经有四个人证明你杀人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想抵赖？大人，那四个可以证明我无辜的人现在全都死了，死无对证，可是我对大人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言呢。崔知县秉公定案，使你怀恨在心，你竟然将他诱拐家中残杀自死，实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崔知县也不是我杀的，大人如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死有余辜。哼，阿美，你真是死不悔改。李捕头与众捕快亲眼目睹你手持凶器，当场你承认杀死崔知县。不是，莫非你掩护真凶？当然。命案的现场只有你和你女儿，难道她是杀人的真凶？不，大人，我女儿她连只鸡都不敢杀，她怎么可能是杀人呢？不可能的。拒不承认，本官只好把你的女儿抓来。大人，我求求你不要去抓我女儿啊，她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求求你啊。命案现场只有你母女二人，其中有一人是杀人的真凶，公堂之上，三步之下，李捕头，来，去把他女儿挖珠带施以大刑，我看他招是不招。是。那大人啊，你不能够抓我的女儿啊！大人，你不要抓我的女儿啊！我认罪。我认罪，大人，我的女儿她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她是清清白白的。让她话过。老爷，杀朱山一起，赐崔明武后，罪不可赦，本官判你斩立决，三日之后押赴刑场问斩。是为外国写入来，人家是不是我阿娘胎，不是伊胎啦。老爷，你嘛紧想一个办法救阿美啊！你有感觉这个代志真奇怪？什么所在奇怪？迄官老爷虽然胎死尔，啊遐破坏，随知影通好来抓啦。你无讲我煞无想到，迄破坏奈遮紧就知影讲才发生命案。这就是破案的关键啦。我想到了，我阿娘叫我跟您说，说的人是朱六台。有什么办法？伊再坦白讲。
好像在哪见过。安尼就对啊啦，火烧剃头变烧面烧对无？安尼我都无认着人啊，我爱骨头那尼啊。你骨头哪一个骨头？啊，什么讲袂记的嘞？就你派人过去买寿衣，啊，去掠乌阿妹，迄个骨头李老三啊。什么？唉。我今天哦，哎，出气是有够歹啊！你来得输到打趴啊！哎，钱无，摕一百两来收。一百两？哎呀，嗯，啊，阮囝就讲什么，我若撞到你，啊，来亮出伊的斧头的字号，啊，讲同行代志主流的拢嘛会答应。他一百两尔，我甲你收，也毋是甲你讨的，卖行李啦，也叫你行李啊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什么斧头。啊，卖假啦，卖假啦！啊，那不是阮囝哦，去给你通风报信。啊，你要来知影崔大人的行踪，啊，你是变那胎人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。哦，哎呀，朱六爷呀，啊，他区区一百两，你又不是咧提不出来啦。啊，讲坦白的啦，啊，今仔哦，我若提无着钱哦，嘛无要紧啊。啊，即个孙咱大人来伫遮对无？啊，我只要来去遐，把所有的情形拢总讲互伊听，啊，你着知影后果是安怎嘛？想吓我？告诉我，我朱六从小不是被人家吓大，想勒索我，凭你那两手功夫。办不到，有气魄，嘿，迄查甫囝就是查甫囝，拢唔惊死啦吼！好，我即下就来去孙安大人遐，把所有情形拢总讲互伊听，你都唔通后悔哈。六爷，您找我？妈的，李老三，你搞什么名堂？六爷，怎么了？崔知县的事情，我千交代万交代，一定要守口如瓶。你怎么全忘了呢？没有啊，六爷，这事儿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？那你老娘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娘？哎呀，她不可能啊！什么不可能？他跑到我那要钱去了。哎呀，六爷，我娘早就过世了。什么？过世很久了。老爷，这个初六心肝来一定贵，要不那谁再来吹不好？叫做做差心意呀、啊。哎呀，那女人到底是谁呢？他自身是捕头李老三的老娘，你都不清楚，那我更摸不清他的来意了。哎呀，对了，六爷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那吴阿美啊，已经判了斩令决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走吧。是是是，先告退了。跟着他，找个机会把他给。老爷，看这个捕快跟朱六这么高，两个秘书师公我想飞。朱六做什么事情，一定拢知影。想办法弄，好伊家己交出来。那还得想什么办法呢？直接甲带来去孙安大人遐，你若唔讲哦，都怕甲讲唔止。啊，他这款人讲当就是敢那行走脚嘞，你唔看哈伊会倒？啊，无你想变安先过来甲伊开讲，无得甲伊咁闹出什么话啊？捕快大哥。哎，你安尼直白直白嘛？
请你动动。往里靠。少爷，老爷不准你出去啊。哎，爹，我是个囚犯吗？你怎么会是个囚犯？你是我们陶家的大公子，为什么所有家丁都不准我出府？那是我命令，谁要让你出府，20大板叫他滚出陶家。爹，又想出去找阿朱去？找又怎样？我对他总要有个交代啊！把人家抛在那里，我怎么对得起人家？今天衙门传来消息，吴阿美又杀人了。你知道他杀的是谁吗？当今县里崔明崔大人。巡案大人已经判他斩立决，即日即将处决，现在闹得满城风雨，你能娶她吗？你能把亲家母带到家来吗？你是要让她穿着囚服，还是带着斩立决那个斩镖来？哼，还是我要跟亲朋好友说，他现在坐了大牢里，人不方便来这儿。这是他母亲的事，与阿朱何干呢？就算吴阿美不来，谁都知道阿朱是他的女儿啊！我怎么能让你娶这种女人？这将来怎么对得起我们列祖列宗啊？是我要娶妻，又不是列祖列宗要娶妻，干嘛对他们交代啊？你是我们陶家的子孙，我们陶家的希望全建立在你一个人身上啊！阿乐，你不要让爹失望好不好？啊？哦，对了，今天郑家又来提亲了，我要娶阿朱，别人我都不要。这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又何必呢？你让我见阿朱一面，我绝不私奔，我只见见他，跟他说个清楚，我要跟他道个歉，我才能心安呐、啊。爹，我又怎能相信你？爹，只求一面，我一定回来。不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很贵的。这是干什么？一面，只求一面，绝不食言。不准我出去，我就把你那些草屋全摔了。总是有情人会当体会歌声留下的心意，你看今夜因两人的月。当搁再使我吞落悲伤的目屎，是伊，是伊温柔我的心。心内知影我的惊，永远也寂寞来的我。若是会当知影我的梦，请你一
朋友爱过你，也难过。